又而且又可以反快攻的这个能力啊。DJ 一开局啊，打得非常的犀利啊。再倒出来，底线有空档，但这个三分球投外，哇 ，Session 飞得真高啊！但又是底角，吕振如这一次不进啊。篮板拿下来以后，速度打得飞快，于承安上篮得分，苏奕静给拨掉啊，再给 Session，Session 跑起来打 Session， 背后给球，于焕雅上篮得分 ，Session 漂亮的晃人，再给底角，于焕雅拿得起，起了这给于焕雅。于龙仍然是打区域防守 ，Session 一个变换脚步 ，Session 拿了给，又是于焕雅，又是三分球，再给 Session。相较于前面三节啊，传球、倒球、空档、三分投射，现在玉龙全部啊带回去了，哎，这一次有机会上篮，于焕雅。